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，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我所爱，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。看完省城的水利建设，我就回来了。大概两三天吧。那边山路不好走，你就别过去了。等福星整理好东西之后，我叫他跟你一块走。嗯。走了。世君哥。好了，乖啊。很快回来了。走了。进屋休息吧，很快回来了，啊！石俊哥，哎，石俊哥，路上小心。好，休息吧，啊！觉得这几天都看到沈姑娘，她没在这吧？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举手之劳。好，麻烦你了。谢谢啊，请回吧。怎么样了，福星？待会你就包辆车跟少奶奶回去，这些书还有文房四宝，小心放着，别弄潮湿，知道吗？赵爷，车夫已经来了，车就在外面等着呢。啊，没事了，回去吧。啊。哎，
这么巧、啊，真是巧。姓赵的，你听着，别以为有几个臭铜板就了不起，你已经有老婆了，还要逼良为妾，有钱就了不起啊？我就偏不做你生意。喂，喂，你说清楚一点啊！孩子，我们走。你生什么气啊？莫名其妙，这个人每次是瞎搅和，神经病，莫名其妙，每次都瞎搅和。新词不做了，听少奶奶吩咐就好。你以后不用再叫我少奶奶了，其实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当成我妹子了。这些天你就先住在这儿，等我回去以后会找大夫来照顾你，等他确定你已经怀了赵爷的骨肉，他会帮你打点好一切，给你找个房子，直到孩子生下来。嗯，我明白了。这里有些银票，你拿着。啊，不不不，我不能收这个钱。少奶奶，新慈做这件事情只是为了报恩而已，这些银票我不能收的。我知道你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女孩，其实给你这些银票也是委屈了你，可是你无亲无故的，也要为以后做打算，这些钱你就拿着，要不然我这一辈子都内心难办。少奶奶，你放心，既然我当天发过誓，我会永远守住这个秘密，永远也不会再见到赵爷。如果我沈心慈违背誓言，我万死不辞。快起来，快！谁呀？奶娘，奶娘，哎，来了，小姐。梁大夫呢？我去了客栈，原来梁大夫一早就出去了。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不是说好给我看病的吗？他们说梁大夫一早就去了祠堂了。祠堂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啊。哎，您拿好了啊。谢谢啊。走吧。下一位啊，下一位，28号。是我，是我。还有呢，宝宝乖啊，听话。走了，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空等你一上午，你跑到这儿来了？因为你的病已经好了，不用再看。谁说我好了？我根本没好。我要你马上给我看病。走。绸子现在到几号？现在已经到了87号了。文英小姐要看病，给我一个绸子。你看，现在已经排到第87号了，可刚看到第28个病人，还烦劳你
拿着绸子在那儿等一会儿，轮到你的时候自然会喊你。他就是又发小子脾气了，你看。29号。爹，爹，爹！啊，爹！小姐。爹呢？老爷出去了。快找爹回来。我要爹把梁永昌赶出沙河镇。怎么了？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的，放心吧。辛苦了啊，没关系。哎呀，梁大夫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梁大夫辛苦了。他家严重了，救死扶伤，医者根本，区区慰劳，何足挂齿。梁大夫。为了表示咱们沙河镇对您的感谢，各位父老乡亲在酒楼设宴款待，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是啊，梁大夫，您快去吧。大家伙的心意啊，我梁某心领了。可今天实在不行，下次吧。因为我还有一位病人，最后一位病人要去看。文爷，看，谁来了？是梁大夫来给你治病了。你不说我没病吗？还来干什么？怎么这么没礼貌，没有规矩啊！梁大夫，对不起啊，小女被宠坏了。爹，你让他走，我不让他看。87号绸子，你拿到了，所以，我来看你。你让他走，我不让他看病。人家梁大夫连晚饭都没有吃，就特地来看你这刁蛮女儿。梁大夫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女的病就劳烦你了。啊，您放心。啊，那我出去了。爹，你别走。我是个大夫，这天底下所有的病人在大夫眼中都是一样，无分贵贱，没有高低。你还在生我的气？我的病已经好了，不用你看了。所谓医者父母心，所有的病人在大夫眼中必须一视同仁才行。我说我已经好了，不用你看了。没错，所以现在我并没有拿你当病人。那你拿我当什么？我只是真的想再看看你。还是看病吧。我的话，你明白了。你看，我对你多好。我知道你喜欢猫，我就给你买了猫。今天我发现，有一个姑娘喜欢上了我，有那么多人喜欢我，可为什么就你对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不知道，我们俩的缘分是天注定的。你能跑到哪儿去？跑到哪儿去？负心的人，
负心的猫，我对你们再好，你们还是伤害我。没关系。你们虽然都这样对我，我一样不会赶你走。别怕，我会好好爱你们。沈姑娘，这边请。来，这边。施主，你父亲的灵台我们已经安放好了，我们会替他诵经超度的，你放心吧。谢谢。阿弥陀佛。保佑女儿能怀上赵家的骨肉，顺顺利利的把孩子产下来，女儿就别无所求了。至于报恩以后，女儿会孤身一人，深入佛门，粗茶淡饭，了此残生。水源是在那个方向，对，就在那儿。赵世俊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又是你啊！快把他拉开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每次都要打我？你这个禽兽，不打你哪行啊？这个疯子啊，你这个禽兽怎么对待小姑娘？看着她要当媳妇，她怎么被你害死了？走开！我都没见过小姑娘，我怎么知道凡人同事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个禽兽，你还敢抵赖？让我带你去见小姑娘，当面对质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啊？她在哪里？走，我带去。那你早说嘛，那就不用打了。也是，走。莫名其妙。真的有位姑娘住在这里啊？对，后来搬了去隔壁了，就这儿。这不是秋林住过的房间吗？姑娘，姑娘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哎，小姑娘。不用怕，有我李耿明在保护你，是不是他？是不是这个禽兽在缠着你？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哎，沈姑娘，你不用怕，你告诉我怎么回事。沈姑娘，你说呀，你别怕。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。沈姑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跟你清清白白，什么都没有做过，为什么他还误会我们？沈姑娘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这个衣冠禽兽害了你？就是他，对不对？你不想说是不是？我帮你说，我帮你说。不要逼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关紧要，有关你我的声誉。我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。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沈姑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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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而且他下到酒里以后，无色无味，放心吧。来，沈姑娘，喝点酒可以暖身子。来，再来点吧。
秦姑娘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赵家，对不起我爹，我对不起所有的人，我简直猪狗不如。我没脸再活下去了，我只有一死，才能洗清我的罪恶。秦姑娘。 姑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赵爷他刚走，我去帮你把他叫回来。不用了，掌柜的，接我侄儿毕后，少奶奶心慈已经铸成大作，后悔莫及。心慈有负少奶奶的重托，辜负了赵家对心慈的恩情，更无颜面对老父与九泉之下。 心慈曾经说过，永远为少奶奶保守秘密，永远不会跟赵爷见面，否则万死不辞。
如今心慈决定一死谢罪，心慈今世不能报恩，只望来世结早衔缓，来报答赵家的恩惠。心慈绝笔。掌柜的，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赵夫人住的房间是哪间？赵夫人，哦，天字号甲房，有一位沈姑娘住在那儿。沈姑娘，沈什么？这我就不大清楚了。沈姑娘就住在那边。沈姑娘。沈姑娘，她人呢？奇怪，刚刚我还给她送了纸和笔的。叫青菜啊，大块头走了，没肉吃了吧？喂喂喂！你再跟我耍贫嘴，我今天晚上就吃人肉，我把你宰了，你信不信啊？我就不信。你不信是不是？哎，来，我试试啊！宰你宰你你你真以为我不敢砍你啊？傻兔崽子，你每天都跟我耍贫嘴，哎，来，哎，我砍，哎，不信，哎。大块头回来了，娘，是赵叔叔。你怎么来了？沈姑娘在吗？我想见她。我说你愣在那干嘛呀？到底是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嫂子，你说沈姑娘她到底会去哪里啊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他说他去找你了，人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很混乱。我比你更乱。我问你，你跟他到底是怎么了？啊？我，哎，我也不知道。总之我醒来之后他就跑了，我到处找他找不着，我以为他到你这来了。等等，你说什么呢？你醒来之后他就跑了？你把他怎么了？我……你小子，你是不是把他那个了？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总之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。我现在只想找到他，问他问个明白。你们男人都这样。什么叫你不是故意的？什么叫你不是有意的啊？你要是有一天杀了人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说我不是故意杀人的？不是嫂子，这不是扯太远了吗？这跟杀不杀人有什么关系啊？总之我现在很难跟你交代清楚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现在也很混乱嘛。总之有他的消息请你马上告诉我。人不见了，不可能啊！我也觉得奇怪，等了很久也没有回来，我才来找你。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。说到底，这位沈姑娘到底什么来历？究竟靠不靠得住？她是个可怜的姑娘，
曾经卖身葬父，石君哥对他有恩情，所以他无论如何一定要报答赵家。卖身葬父，他叫沈什么？他叫沈。小姐，小姐有信。没事，冷静下去吧。赵爷，亲自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赵家，更对不起我子胥的爹。亲自没有脸再活下去了，只有一死，才能洗清罪孽。居然抢我的女人，完全利用赵世君。没有你们，我的女人不会死，我的女人不会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让你们永无宁日。苍白如云朵。
水中直到阴影割破。今夜风又在吹来一首歌，那是谁为心爱姑娘写？